晚上约师傅去开料。什么下的你呢？上面那些先切掉吧。你肯定是先把这根切下来吧，是吧？嗯，然后再。不，就是说你不想切这个根也可以留，你丢个东西都可以丢。不不，就把那个上面的留的话，对不对？留的话，这水波就留了，就取掉，就叫水波。对啊，留的话，我看嘛，就是说怎么样该帮你切出那个最多的肉，不浪费啊。嗯，留下。好不好？稳了，这个环就低下了，这个环紧了，这些小树根都卷卷的。